指三重穴，它的位置是位在无名指第二节正中央旁开外侧三分的这条线上，那么上下各2.5分、2.5分各一穴。那么扎的时候呢，用斜刺1到2分，那么它可以治疗脸部的颜面神经麻痹、乳痈、乳瘤、乳头肿大、肌肉萎缩。那可以用指三重穴呢，配合肩峰穴呢，来治疗乳癌、乳瘤，特效。